该几啊？说哪能个就该新崩归呢？我说个歪歪该个菜先归呢？该菜英文呀？啊说哪了该个红袖珠西该个啦？他妈的该样该个2016，我来个熬个呢不是该个菜先个啦？台湾啊蛋。Lama tiga kayak kiri kisi kau lihat abangulan kiki ini si, ada kayak kau tak kata lihat lara dan kayak kuka si, lihat kiasa sen kayak kacarisian, tak kayak kiki ini ya kayak kacarisian lah ya kayak, wah deng deng ru kiki, ayah kayak kau tak kata segeran, ada si kau lihat kau kan pas kayak kacarisian, lah kayak ini ya kiki ini, kiki tak kiasa senane kado aku dah vai. 一，给我们蔡主席。十个八月一日，拜给kacarisian。伊个伊个新旧个个总统个蔡英文呀，拉说那个伊个红袖珠个来买个个新旧是，拉布勒那个个2016，个个奥运个个在香港个代表阿丹，是拉马拉莫斯个2012年，个啥个个新旧个个总统呀，个他妈个阿宁，拉巴布勒那都个金个个个先说那个个社会党，把个个个在香港，个他把啥地方呢，个他在香港个。阿来西个苏里瓦特西阿总统贵呢，他来卡库拉塔拜西万贵呢，哪里阿拉卡库拉塔卡总统阿尼西，阿塔林肯卡去国家，拉吉阿斯阿森卡卡查里西。我们都必须很遗憾地面对，原住民族人在经济、教育、健康等统计指标上的劣势。未来在民进党重新执政后，我首先要以总统的身份代表整个政府。向全体原住民族正式道歉。该蔡英文拉巴布勒那是，伊该古拉里讲阿杰斯是那尼尼该个查理乡，西该个查理乡呢，来该古拉当等个等个人，哎，阿那多门西，拉该个马尼古尼古拉里讲，哎呀，那尼西该帮伊面古拉达布勒啦。在过去的这个执政者对原住民啊的这个迫害。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向16族的台湾原住民做个正式的道歉。蔡英文这种的这个做法非常的高兴。到最后如果他当选以后如果还是做不到还是照顾不了原住民，我们原住民还是被骗的。不要说到了选举你就把原住民当作好像什么工具一样，我也不喜欢。该蔡英文拉巴布勒的西马，这个说台湾该个在想拉建设是呢？哪一个？我的大建设是呢？贵呢？我也另外该说台湾该给你个事。我等你把单该给你打书，把单该带个在里贵呢？该个在里想呢？我等你把单过来。马克勒勒，我的大卡登安贵。来个，我的卡多安，我的卡登安。是个，大家，哈，我的拉昂安贵呢？拉巴尼里是该个在里想。伊个伊个话听下来，主本该伊蔡英文过来录阿来西去帮俺两鬼呢，伊该大家说是哪两鬼呢？马可乐了过来打得了。我想这是一个第一步了。你连这个都不愿意承认的话，其他的那些等等都不要，不是只是说口嘴巴道歉而已，就是我积极要如何来保障原住民的权利呀、啊？好，所以就是说我如果可以回复原状的，那回复原状嘛。啊，不能回复原状的部分，就是说你要补偿或赔偿。那我会期待，就是说。他要能够去真正的实质上了解这个道歉的本质是什么，过去做错的事情，我今天要把这个过错啊，第一我先反省道歉，第三我要做什么事情啊，让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不争议啊能够恢复争议啊，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道歉之后好像就没事了。该年我听下来，那本来应该给总统罗达林讲的是，也说是该个真相。哎呀，也该过了他把布林阿林问，该个马尼过来讲，阿杰说是那的是，把心给这么这么关。该么爸爸拉你听下来过了他杰说是那的过了，把他问。该要拉你该给你木卡布，该给你继续过了当面面，是拉你把路。该过了，偶然该个真相过来讲，阿帮伊面呢过来讲，木在他人是，把些事让帮面面。As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I am sorry.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I am sorry. On behalf of the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I am sorry. And I offer you this apology without qualification.
马若曼应该去说澳洲跟那个吉萨比过来陆克文呀，把他若干应该去说澳洲该个在里先是，一个过来打帮伊面过来一个澳门，啥个另一个在里过呢？是个2008年呀，拉巴别该去个在里先的时间过他介绍上，拉该说台湾该个在里先呢，马乌另一个在里是，老格拉瓦拉瓦该去阿曼尼过来看马来西亚该是，阿达林间该去国港，把该个在里先呢该去，个当然该去蒙港过来看点过来过来阿姆。沙滩古浪，达木里西安基奎呢？拉尼乌巴萨里乌奈安尼西加沙圣，苏里亚克巴托罗。